It's possible.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Xia Lan. My name is Wang Renfei. So we are from IBM Runtime Technologies. Our topic is dealing with verification data overload. So we're going to present in English.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you can use Mandarin or English to raise your questions. Okay, let me switch. 好，我切换一下语言。现在我们有很多的数据，我们想象在手机上面，我们每天会收到多少个通知？其实对于测试来说也是一样，我们测试的越来越多，我们需要面对数据过载的情况。在今天的话题当中，我们要讲讲怎么样来解决验证数据的过载。那我们可以呢了解一下我们的问题是什么，我们的挑战是什么，然后的话我们会讲一下我们测试的框架，它叫做 Test Kit Jam。 然后我们会讲一下我们的 Jenkins 编译版本，这也是我们这个自动化的这个 build。 然后的话会有我们测试结果的这个总结的服务。我们不想就此结束，我们也用了这个深度学习的技术，我们对数据的话进行提炼，所以说我们也做了一些数据提炼的实验。最后的话我们还会讲一下我们对未来的计划。我们是谁呢？我们其实是一群人，要确保在社区当中的话能够有自由和可验证的 Java。我们用三个不同的这个开源的项目 Eclipse OMR, Eclipse OpenJ9, 还有 AdoptOpenJDK。 我们今天的话会讲一下我们在这个 OpenJDK 里面的工作流。我们一共的话有六个 Jenkins 的服务器，我们 Jenkins 就是我们自动化的编译的版本。我不知道你们的数据来自于哪里，其实的话我们也能够给出一个额外的解决办法。现在的话你对于这个 OpenJDK 二进制的文件呢，也可以从这个 AdoptOpenJDK 来下载。那我们到今天为止的话已经有400万次的下载，当然对我们也有些压力，因为我们要确保我们产品的质量。现在我们来看一下示意图，来真正的去理解我们测试的时候碰到了什么问题。我们的这个测试的话是用这个 OpenJ9, 然后这个 Hotspot, SAP, Corrado, RI, 在不同的平台上面有不同的 JDK 的版本，还有不同的类别。但是我们来看一下一些数字，让你可以更加的清楚的了解这个问题。那我们不同的这个 JDK 的这个应用的话是在不同的这个版本。那比如说我们不同的这个上面的话呢，可能会有不同的那我们加在一起的话可能有这个58个部署的平台，它会有6个不同的版本，然后的话会有25000次的测试，加在一起的话就是8700万次的测试，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如果说我们再算一下话，我们看一下这个58个平台乘以2乘以3乘以6再乘以10兆的话，就相当于的话我们每一天的这个版本的话是等于这个 20G 以上的测试的输出。另外的话我们还有这个 PR build,推广的 build, 还有个人的 build, 而且这只是一个 Jenkins, 如果说你有多个 Jenkins 的话这个数据的话会更多，所以说我们需要有个解决办法来解决这种数据过载的问题。那这里的话是我们细分的一些数据，对不同的这些测试的类别，它是在不同的测试的框架当中，比如说这个命令行
我们看的话有这个 testng 还有这个不同的台下的测试，对我们来说的话又是额外的一些挑战。在这以外，我们还要确保质量。在当今的 Java 的测试当中，我们 OpenJDK 的话已经是这个开源的，当然这很好。我们合规的这个测试基本上的话也是要有专门的证书，所以说我们也要确认这个供应商的一个质量。那我们还希望的话能够保持这种完全的开放和透明。比如说你对 JDK 的话，你的这个测试的话是通过还是不通过，你可以对这个测试的话来进行调整。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相关的这个指标，这样是不是很好呢？但是的话，我们的这个想法的话是希望能够保证它的这开放和透明，那要让它所有的这些东西的话都是能够非常的透明，同时的话结果还能够向公众来进行公布。所以说我们要面对不同的这个功能测试的这个结果，然后的话我们也是希望的话在这个部署的时候还要能进行演变，那我们的话也是减少这种摩擦，同时的话对测试呢进行重新的评估。有的时候的话它并不一定是永远是最好的，我们也看不同的这个指标，比如说这个的代码的这个覆盖等等。同时的话我们希望的话它的便捷性，我们也是希望的话对这个测试加上标签，那我们可以很容易的话来对它进行贴上标签和发布。所以说我们需要有一个系统的话能够跨不同的平台，跨不同的测试，同时的话也能够灵活的覆盖不 JDK 不同的版本不同的平台。另外的话也有一个同样的方法的话来这个运行我们的测试，同时的话也要非常简单。我们需要有不同水平的这个颗粒度，那我们可以做这些一类的这个测试，它也是这个 JDK 的这个功能的测试，它也要不同的这个类型，要适应不同的版本，不同的迭代，不同的功能。同时的话也要看有没有这个原生的测试的影像，所以说我们做了一些整合，同时的话能够呈现出我们的这个测试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到的话用一些简单的方法来做所有的测试，那么从用户的观点来看呢，你们所要提供的呢就只是这个测试的资源以及相关的一些配置，然后呢通过这个呢你就能够提供一个这个测试的一个案例的名字以及不同的这样的一些测试命令，同时呢你也需要呢使用不行不同的 JDK 的这样的一些版本以及级别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测试。那这里呢是一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呢可以有这样的一个 OpenJDK， 然后呢你可以呢把它呢进一步的这个压缩到一个比较具体的这样的一个等级，然后呢进行这样的测试。那我觉得呢这个呢可以帮助我们来更好的做这个裁判或者做法官，来找出来你所想要运行的目标。那我们刚刚所讲的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测试的网络，但是呢我们说呢我们也需要呢使用一些自动化的这样的一些设备，这就是我们讲的 AdoptOpenJDK。 那通过这个
AdoptOpenJDK， 一旦呢我们建立这样的一个 JDK 呢，我们呢就可以触发这个测试，然后呢所有的这些测试呢都可以呢同时来运行。那如果说这个测试还没有完成的话呢，就不能进入这个部署的环节。当然呢我们说所有的测试呢都可以呢放在这个容器中，那所有的这些测试呢都是使用我们讲的 Jenkins file base 这样的一个脚本来建立的，大家可以呢通过我们上面的这样的一个网址呢来查询。So this is just a quick snapshot of the AdoptOpenJDK.net 这样的一个服务器的一个截图。大家可以看到呢，通过这个呢，我们可以基于 JDK 的版本、JDK 的 info 以及测试的类型和平台，对于测试的搭建呢进行类别的划分，还有呢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它以及 JUnit 这样的一些插件。那我通过这样的一些插件呢，我们可以有一个标准化的这样的一个输出，所以呢我们有一个非常标准的方式呢来区分或者来对待这个测试的一个输出。那如果说这个数据测试的数据呢失效的话呢，那么它呢会，我们呢会把这个失效测试的这样的一些数据呢存档到这个 Jenkins 主机上或者这个 Artifactory 上面。那接下来呢我就把这个话筒呢交给我的同事。Thanks for sharing us with the test kitchen. 谢谢蓝刚跟我们讲了这个测试的网络以及测试的 pipeline。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如何来在一页上呢进行这个专坑的一个模拟。那我们可以看到呢，我们可以在一页上呢来建立一个这样的一个个性化的这样的一个操作界面。那么通过操作界面呢，你可以获得过滤啊、分立啊、对比啊以及搜索这样的一些功能，而且呢你也可以呢提供一些筛选以及相关的一些特性。那我们看到呢，我们的所有的这些源代码呢都是在这个 GitHub 上呢开放的。那这个呢就是我们讲的 TRSS 的一个总览，我们看到呢是始于左下角的一个客户方，然后呢到这个前端，然后前端呢会对这个客户的需求呢进行响应，然后呢我们会有一些后端的这样的一些 workers，他们呢会跟这个 Jenkins 服务器以及跟这个 MongoDB 呢进行一个交互。那这个呢就是我们讲的一个个性化的一个界面。那我们可以看到呢客户呢可以选择他们所感兴趣的这样的一些搭建的一些方式。那当然呢这个呢也不会是影响到其他客户的选择，因为呢所有的这些数据呢已经存到了当地的这个浏览器上。那这个呢就是我们讲的 Jenkins pipeline。 我们看到呢这有五个 pipeline， 那每一个 pipeline 呢都是最高级等级的这样的一个 pipeline。 那么一旦呢我们的这个测试搭建完成之后呢，我们就可以从这个test build 上面呢来获得这样的一些相关的测试结果。那这个呢就是我们讲的 test build 的结果。那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五个 build， 那这五个 build 呢所代替的是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测试的类别。那这个呢就是我们讲的一个测试的结果。那如果说我们通过这个呢就可以呢获得所有在这个 test build 上的所有的结果。当然呢我们说呢
客户呢或者用户呢可以呢基于这个测试的名称名称或者测试的一个时长和测试的结果呢进行过滤或者说进行分类。如果说他想要获得这个测试的一些深度的一些历史的话呢，也可以呢点击来获得一些相关的数据。比如说呢，我们可以看到在其他的这个 build 中呢，这样的一个测试的结果是什么样的。然后呢，我们的用户呢也可以呢通过这个 JDK input 或者 JDK 版本呢来获得测试的一些相关的信息。同时呢用户呢也可以呢对一些关键字呢进行搜索，然后呢通过跟这个 TSS 这样的一些网站来实现。那么一旦呢我们获得了一些历史数据，我们呢就可以呢把我们的测试数据呢进行比较，然后呢来获得一些更加有趣的曲线。那接下来呢我们来数一数说我们如何来使用我们的这些数字数据。我们可以看到呢我们可以对它进行分类，进行标准化，进行最小化，进行个性化。那么我们希望呢可以使用深度学习的这样的一些技术呢来继续获得的我们来继续研究我们的这个测试数据。相信呢大家都知道深度学习是什么。深度学习呢是机器学习算法的一个子集。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呢可以看到呢它呢主要呢是使用这个人工的一个神经网络来搭建这样的一个大脑的功能和结构。那通过这样的一个深度学习呢我们就可以实现一些分类回归以及图像分析。那么我们进行了一些初始的这样的一些深度学习的试验。首先呢我们会基于一些关键词的一个索引呢来对于我们的测试的输出呢进行一些预处理。那我们会确定说这些是我们所要使用的一些关键词。那我们也是使用了将近10000个这个培训的一个数据，然后呢我们的这个评估的结果呢大约呢可以达到98.897%的这样的一个精度。当然呢我们说呢这样的一个测试对于深度学习而言可能相对简单，所以我们现在呢依然呢还是处于这个深度学习模拟的探索之期。那我们希望呢可以呢建立更多的一些模型。那这些呢是我们关于输入层的一些已知的东西，比如说你所知的这些变量，你的一个故障的表达，以及这个提交上面的一些变化，同时呢还有这个 PR 清单。那通过一些有用的以及提炼的模型，我们就可以获得我们所要想知道的这样的一些信息。比如说呢它的一个故障的一个类别，还有呢就是如何来对于这个测试的价值呢进行一个评分。所以呢这个呢就是我们对于我们的这个过载数据所进行的一些尝试。当然呢我们说未来呢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那这里呢是我们所列出来的一些比较重要的非常。那我们希望呢我们可以呢可以进行更加智能的这样的一些测试。我们希望呢可以进行基于变化的测试。同时呢我们也希望呢能够对于这个故障呢进行一些预测的这样的一些服务。同时呢我们也希望呢通过这个分析服务呢来加强这个 TRSS。 比如说呢我们可以呢对于这个测试的结果呢进行监控。
同时呢，我们也希望呢，搭建我们在深度学习这个领域的一些技能，因为呢，我们希望可以呢，跟全世界的人进行交互，进行创新。那么目前呢，我们跟爱丁堡大学呢有一个合作的项目，那就是由 AI 所驱动的这样的一个模糊的测试。那同时呢，我们也希望呢基于 CTD 这样的一种设计来进行一些测试生成的服务。所以呢，我们希望呢可以更好的利用我们的这些有用的模型。那如果大家认为这今天的话题比较有趣，那大家呢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些链接呢来了解我们所做的一些事情。通过这个呢，大家可以看到呢，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些链接呢跟我们的这个 JDK 的这个社区进行互动。好，那希望呢大家呢可以踊跃的加入到我们的社区中来，谢谢。